风云三人组，找到人了吗？少爷，找到了，在江城。真傻，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家族的位置？敢欺负我陈家继承人，出动护龙卫，全力保护陈家安全。是。护龙卫听令，出发。好哥哥，这就大司令，我喜欢。青软的，你飞机，你敢给我们两个下药？要是再敢动齐天一根手指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！哼，让我付出代价？在这，我就是天！你敢？我是让修皮他知道了你，这样动情情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！哈哈哈。你的绿毛龟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你老爷子为了巴结应少，承诺我今天晚上做什么都可以，就连三日后的宴会也邀请我参加。哈哈，不可能，秦青是他孙女，他怎么会为了雅丽出卖秦青？一个臭娘们而已，况且你老丈人也只是余家的私生子，又有谁会在意呢？哈哈哈哈。小心！打一顿，扔出去。老公，救命啊！少爷，今日就是余家设计的一个死局，现在娘夫人身受危机，只要您答应参与继承人选拔，我马上前来支援。余家。一下都被他们赶出来了，为什么他们还不放过余姐姐？少爷，没时间了，参与继承人选拔会获取更大的实力，这样才能保护心爱之人，不是吗？况且二少爷如今风头正盛，不保证他会不会用困难病。臭娘们，麻烦你，否则我现在就出去把你的废物老奴杀了。就算是死，救命！我也不会。请请受到欺负。你放开他！我把你碎尸万段！妈的，我好心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还回来找我？好，我成全你。荣少，我真的没放了，你要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哈哈，废物！我今天就要你看看你老婆是怎么伺候我的。刘亚。我能坚持，只要再等一会儿。天庭，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啊？青青，青青不要，他们人一会儿就来了。为啥？啊！苏龙，臭娘们，你说狗子啊！我的天啊！青青，你要坚持住吗？我在医院。妈的，还敢在老子面前秀恩爱？走，成全你。你快走，快走！啊！是谁？先抓我求助罪人，手下就站来吃。陈建，你敢伤我？你以为找一群纯眼过来就能唬住我吗？小鬼，敢动他，敢动再死！陈剑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爸不会放过你。况且余家怪罪下来，你这个赘婿可担当不起。老高，我你爸？对，我爸是乱世集团董事长。我们阮家资产上百亿，你敢动我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上百亿，那我今天就要遗憾地告诉你，你引以为傲的阮氏集团上就要破产。自不量力，我们阮家资产雄厚，其实你说破产就破产的。不要让阮氏集团
在三分钟之内，马上落井下石。妈，还三分钟，我背后可是硬伤，我给你一辈子面子，我告诉你。怎么样？听到硬伤怕了？啊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你这个垃圾，也值得我出手？你一个废物还敢看不起我？我告诉你。 有硬伤在一天，我们阮家就能在江城横着走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今天能不能好好从这扇门走出去。哈哈，这可是我的地盘，你们别想啊！我今天留你，我倒要看看，你口中所说的硬伤，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请你答应。 请李大人吧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杀了我在中间天蝎大桥，三日后的余家宴会，老爷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已经发作，我的药只能暂时缓解，只能敬少爷您亲自解毒。陈管家，帮我准备一下。三日后，余家宴会的邀请函。 我们会随时听命。是。不要对外通报。老婆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要是不舒服，我们就赶快去医院。我没事儿，倒是你。我也没事。陈毅。 你是不是干的好事儿？麻烦了，找家来了！麻烦了，找家来了！少爷，余家宴会的邀请。什么？老爷子邀请函？那个老家伙不是一直不待见我们？ 还会邀请我，不过你说这事儿真是爷爷授意的吗？不管是谁，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这次易啸天肯定也会参加宴会。妈呀，你可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呀！妈，青青是我老婆，你就是废物，识相的话，赶紧跟青青离婚。这次能重新参加老爷子宴会呀！ 什么样的富贵男人，我女儿都配得上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。不管怎样，你还是应该给你爷爷买份礼物。女儿呀，你知道妈没钱，这事儿呀，就靠你了。<笑>礼物这边我会替青青准备，保证爷爷满意。这次你要是给我搞砸了，我求你老爹。 余老的宴会，我要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，叫上龙一，我要砸了他们场，让他们终身难忘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谢谢大家，参加我的奇耻大众，大家尽兴尽兴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各位，这是罗家家主所赠，金镶玉如意一件；这是王家家主所赠，乾隆青花花卉瓷瓶一个。 此乃余家赘婿所赠，宜家赘婿，哼，不就是那个倒插门那废物吗？废物能送什么？管家，赶紧给我念出来。肯定是东西入不了关。此乃余家赘婿陈进所赠，获救宴会之。还有什么礼物？这小子是穷疯了吧？我看他们家永远也别想。 得到老爷的认可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是你们的好女婿啊！就给我什么这么好的礼物！爸，不是这样的，废物，这个是你们做不好。是吧？果然是一群不识货的人。你没事吧？不是让你好好准备。老爷子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我的礼物？虽不贵重，但是我一个月贴手制作的，而且。
我还请了著名大师任敬谦提了名。任大师？你以为任大师谁找他谁就能够提名？带着你的壶走，滚！你以为任大师谁找他谁就能够提名？带着你的夜壶，滚吧！老元帅，如果这个礼物是应啸天给你的，你是不是会开心的收起来？看来你是知道了。也好，啊，你赶快和青青离婚，他的婚姻我自有安排。爷爷，你太过分了。陈静，看到这个人了吧？他可是护龙卫，应少专门给我请的帮手。看看这次，还有谁能救得了你？护龙卫，不错，敢得罪本少，你就应该知道会有今天。阮少，阮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娘，今日特地前来给老爷子你送终。抱歉啊，老爷子，我也不想这样。谁让你们余家赘婿不知好歹，弄断本少的手，还敢看不起应少？阮少啊，阮少啊，都是陈静的错啊，与我们余家一点关系也没有啊！你个混蛋，还不跪下道歉！他伤害青青了，你作为爷爷，不但不维护自己的孙女，还要把她去送人，去巴结那个姓应的！这个混蛋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呐啊！敢这么跟我说话啊！脑子让你跪下，你就赶紧跪下！你要是让余家遭受任何损失，绝对不会放过。我不跪，我没有错。老爷子，他得罪我都是小事，可他敢侮辱应少，这才是大罪啊！况且应少为了余小姐，愿意给余家千万俊赞，怎么权衡，你心里清楚。瑞旭，我们余家的命运绝不能塞在你的手上，快跪下道歉。阮少，是不是陈静这个废物给你跪下道歉了，你就可以帮我们余家拿到应氏的千万等待？我考虑考虑。陈静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跪下。给你个机会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要不就把你老婆亲自送到应少房间。要是我都不答应。看到他了没？作为护龙卫，都是以一挡百的高手，到时候把整个余家都灭了，可不能怪我。阮少，阮少，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会亲自把青青送到云上那儿去。至于他嘛，你随便举动，你随便举动。哈哈，还是老爷子你够通透。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呀，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同意。小子，你现在跪下来自断双臂还来得及，要让我出什么话，你就只能痛苦的去死。莫如卫怎么会和应嫂有牵扯？怎么回事？你和吴九泉是什么关系？放肆！总理大人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。我乃护龙卫一队队长吴一，吴总是旗下最出色的护龙卫。既然是护龙卫，为何要听命于他人？你就不必知道了。来护龙卫多久了？三年了。三年？那算不认识。少废话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还想认识护龙卫？龙一，让他见识见识护龙卫的厉害。亲戚，你忽然在废物干什么？这个是护龙卫，你不要命了？他呀，你随便处理。爷爷，你不能这么对陈静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步啊？啊，你就等着去伺候应少吧。我，什么人？应少小妖，护龙卫从未失手。你这样，也行知道吗？再敢妄议吴总使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放开青青，
我让吴九行来清理门户。我可是知道吴总使最近在出一趟秘密的任务，想让他教训我，得等下辈子。就是护龙卫这么厉害，我还是被硬少插进去一根钉子。很好，吴九行，三分钟之内给我赶到余家宴会厅。好大的口气啊，敢对总使不敬。他可能觉得自己姓陈就是京都那位统领护龙卫的陈家千娇少爷。你一个电话他能过来？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啊？我要是说我就是见过狂妄的，还没见过你这么不知死活的。你断了阮中天一只手，你想让我断你几只手脚呢？护龙卫护驾。京都护龙卫查见少爷，我等救驾来迟，还请少爷恕罪。这可是京都的王牌部队呀、啊！龙一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别忘了答应我应少什么。你可是护龙卫，你还怕这个人？真是比护龙卫丢人。宗师，我错了，请你饶我一命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不过就是请来一群演员，你个怂蛋，赶紧解决了他们！放肆，不能再装什么脸。陈静为什么会认识顾龙伟？难道他真的是那个陈少？不，可能。吴总师，后龙伟出现叛徒，按照规矩如何处理？废话，后龙伟就是背叛陈家，按照利率。当初，宗师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进去，我再也不会了，求你饶我一命。打断双腿，带走。这，宗师，我错了，宗师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应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老公，我的人不是谁都能动的，你现在最好想清楚。陈姐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我给过你机会。陈爷爷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吧，你原谅我吧。我可没有你这么大心机。于老，你赶快让陈静放了，不然应少的雷霆之怒可不是于家能承受的。哼，一个小小的应家也敢把手伸进护龙卫，这件事儿我一定追查到底。宗师大人啊，我们与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你千万不要揭露我们余家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好你个老东西，今天的事情我一定会如实禀报的应少。你没有机会了，从今以后我不想在江城再看到这个人。是。他们要把阮少爷带去哪儿？也许是去非洲挖矿。余医生，为什么会损失上亿？应少，您这次指挥龙都陈家，还插手护龙卫内部的事情，这是陈家给您的一点小小的警告。具体谁做的？是千元集团的苗大强，这是陈家的总董事。查到陈家少爷的项目？还没有，只查到这陈少爷答应参加选拔会，现在正在回江城济南市里。记住，立刻查清陈家少爷的下落，查清之后立刻通知我。是。北辰，我要亲自去会会这江城第一名。明白。妈，
回来了。哎呀，亲戚，这是义少，年轻轻的刚留学回来，有继承家业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多交流交流。这就是叶小天。 都我老婆，你找死！废话，活得不耐烦了。你个大医生，赶紧跟医生道歉。不然的话，你怎么死？医生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替陈建斌道歉。你个老废，哪里配得上我们家亲戚呀？三年来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，全靠我们家亲戚养着。妈。 你在外面面前胡说什么呀？医生，这你这本事，把叶兰穷干的事儿吧，给这个窝囊废找份工作，不然的话，连累我们家亲戚了。多大点事儿啊，在这江城，我能替这个废物找到任何？真的吗？那真是太感谢了。罗阿姨啊，他刚才打了我，我现在脸。 还不跪下！你少道歉！我没错，还不懂这别人的老规矩点，能被打。不道歉也行啊，我认识亲戚老板，我就是打一个电话的事儿，就能让亲戚失去工作。到时候我看谁养你这。我在江城想让人失去工作，是一件很随随便便的事情。你不下跪道歉，你和亲戚都会失业，难道让我养你们俩？ 老公，我现在在公司有很重要的项目，现在还不能走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什么？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<笑>刚才你这废物这么坦诚跟我道歉的份上。 江潮，没想到应啸天在前缘集团安插了人。啸天有心了，那现在我们过去。宁少，这是你的车呀？哎呀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坐过这么豪华的车呀！阿姨，您要是喜欢，等咱们成了一家人，我送您一辆。真的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！青青啊，宁少可对你是真心实意想做朋友，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！ 不要任性，宁少还给了废我介绍工作了，你可不要浪费了宁少的一片苦心啊！我倒要看看，他到底给我找一份什么工作。什么？只有保洁工作？还是扫厕所的？是啊，要不是看在宁少的面子上，就他还聊这个工作呢。你知道吗？前缘集团有多少人想要进来都进不来吗？ 不知道您怎么想的，虽然只是个保洁工作，但是工资可是有10000的。10000？哎呀，这么好的事情啊，陈静当然愿意。陈静，快谢谢应生。区区一个保洁的工作，我需要托他应酬去帮我找吗？陈静是不会干的，他不适合这个。给我叫来！ 你在家里都能打扫卫生，为什么在前缘集团就不能扫个厕所呢？而且呀，每个月还有10000块钱。你女婿扫厕所，说出去你挺有面子是吗？哈哈，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只为自己着想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做，起码为亲戚减轻点负担。就是，在我们前缘集团当个保洁也是很有前途的。 还不快好好感谢应少，否则呀，还轮不到你。还要感谢你这
让他老婆，还不快谢谢应少，怎么这么好的工作？谢谢他。陈姐，赶紧把这合同签了吧。赶紧签了，签了这份合同，你就是千元集团扫厕所第一人。这就是你们千元集团标准的制式合同。我还能看懂合同啊？嗯，不错。签了。这种不合法的合同到底谁会签？加上这个工资结构，基础工资2000，绩效8000，你们当应聘者是傻子吗？在这个集团里，我想招谁就招谁，我工资我说多少就多少，我江潮说了算。你信不信我让苗大强开除你？就你啊啊！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是千元集团。江潮是这人事经理，年薪百万，你开除他，做梦呢！就是，这除了苗总，就是我，我想让谁来就是谁。我如果有这个能力呢？哼，绝对不可能。江潮在这公司摸爬滚打十几年，你一句话就让他开除，哼，除非苗大强听你。你能让我从这地方开除，我从这滚出去，怎么样？嗯，好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小潮，你好大的狗胆！董事长，这您怎么来了？程先生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是有什么指示？董事长，他就是一普通人来求职的呀。赶紧给这位先生道歉。什么？我给他道歉？苗总，他就是一个破打工的，您至于这么生气？小潮，你要不想干了，早点滚蛋！陈先生，对不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这一次。这云小天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？要是害得我丢掉饭碗，我跟他没完！苗总，我女婿就想要一个保洁的工作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就不要了。什么？你竟然给这位先生安排保洁？苗总，我觉得保洁工作挺适合的。你被开除了，滚蛋！对不起，苗总。不过他真是扫厕所的呀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不对，苗总，我错。错哪了？我。你已经被离开神瑞集团吧。去死吧！啊！你竟然敢伤害陈总，你真是拉拢要倒咖啡，嫌你太长了！没，苗总，因为这么件小事儿开除一个人事部经理，您至于吗？我前元集团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应啸天指手画脚了？在江城，别人怕你应试，我前元可不怕你。程先生，您要是看着什么位置，马上告诉我，我让秘书马上安排。就这个废物，当个保洁都是看得起他。像程先生这样的人才，总经理的位置给他都行，年薪千万。什么？年薪千万？苗董，你是不是脑袋秀逗了？他年薪千万，他也配？应少，你给不起。我代表前元集团给不起。谢谢苗总的邀请，但我拒绝了。陈杰，既然你都认识苗总了，那你干嘛让我给你找工作？陈杰，你有病吗？总经理你都不做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是啊，老公，妈这次说的对，苗总提供的机会不错。陈杰，你相信我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陈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您收下。有任何事情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的。秦江，我们走。林旭，等等我。林小仙，
最好别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关你屁事！哎呀，好兄弟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，一定替你报仇。英少，你不是要玩江城第一美人吗？行行，我有办法给你告官司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英少，哎，我姐可是人家他顶头上司。是啊，这工作上面给他制造了困难，您倒是英雄救美，不就成了吗？你找我啊，吴千姐，你再优秀又能怎么样？这项目还不是我的，把这些资料完善好交给我。我呀，很看好你。这是我的项目，我花了好几个月做的调研，你为什么要抢啊？于芊芊，谁让你有事没事的诱惑我往老板办公室跑？我呀，是在教你如何的事。你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工作不顺而已。老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万一我能帮你呢？是我那个上司，他抢了我的项目，他还拿到了前几他的投资。不过那个项目是我花了好几个月跟的，放心吧，这个项目一定还会回到你手中。听你说出来，那心情好多了，谢谢。于青青，这个就是你的废物老公呀？这浑身上下看起来真的是一无是处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别理他，走。站住！于青青，你不想要你的项目了吗？如果你求我的话，我会把项目让给你的。青青，不用求你，我可以帮你夺回来。于青青，这话你也信呀？他不过就是一个废物赘婿，还要靠你养。你不如过来求求我，没准儿我会发发善心。求你。你就是这么求人的？跪下！哟，江经理，好大的口气啊，说什么跪就跪。宁少，您说笑了。姐姐，没事吧？听说你项目上出问题了，需不需要投资啊？他不需要。这青青可是在这项目上花了不少时间，确定不需要吗？我可是听说青青要拿不下这个项目，可是要立刻离开公司。离开公司？哎呀，应少，这个项目呀，现在是由我负责。如果您有投资的意愿的话，不如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。哎呀，什么货色都往身上靠！青青，你只要想要这个项目，你开口我就给你。我说了，我会帮他。凭你也配？这个项目要投资2000万，就你一个上门女婿，哪来的钱？区区2000万，我怎么就没有能力给他？于青青啊，这找老公呀，一定要找个有钱的。像你这老公又没能力又爱吹牛，赶紧趁早换了得了。施雅美妆的项目，我希望是于青青做。你要以为你打个电话，青青就能拿下这个项目？就是，如果你能投资2000万的话，那我就给于青青当手下，随便怎么使唤都行。3分钟之内，你再给我准备2000万现金。哎呀，3分钟，我看给你3年，你也见不到我。2000万现金已到账，请查收。不可能！2000万现金已到账，请查收。不可能！别以为你找了苗大强做靠山，我就不敢动了。咱走着瞧。哎，金少，等等，你不是让我为难他们的？你他妈说什么呢？你在千元集团这么久，为什么苗大强会成为陈静的靠山？
我确实不知道啊。他留着你就没用了。哎，应少，应少，我弟弟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应少，你找的是陈进对不对？放屁！他是陈少，他怎么可能会成为赘婿，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？这倒也挺巧合的，姐。哎呀，应少，应少，你不就是想要于千千那个女人吗？这还不行。我、你有什么办法？既然他不吃英雄救美这一套，那我们就从他家人身上做做文章。他呀有一个表姐叫做陈贤贤，也在我们公司，平常呀最喜欢丫头们。那我们只要稍稍做那么一丢丢的引导，说不定就成办。医生，我帮你办。对。行吧，别再让我失望。陈倩啊，你在哪儿找的这个小钗啊？就是一个想追我的人罢了，我还在考虑呢。要是喜欢的话，就赶紧下手，这么好的资源可别浪费了。先不说了，我走了。陈小姐，等了你这么久，少了点说话。闲酒，你可以走。丑八怪，等你上钩，看我怎么对付。没有没有，等您啊，是我的荣幸。啊，对了。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这张卡你随便放。我忍。不好意思，你们三个输了。倩倩，咱们其实已经输了很多了，要不就算了。不行，我已经输了这么多。这次我一定要全部赢了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您的筹码已经不足。啊，你们赌场不是每个人都有额度吗？我要用这个额度。这是要签署协议的。我签，我签。倩倩，要不然算了吧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上钩了，于青青表姐已经欠了我们不少钱了。干得好！有你表姐在我手上，青青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放了我吧，我男朋友很有钱的，他可以替我还。你说的是江潮啊？丽莎，我都按照你的吩咐办好了。江潮，你居然骗我！你这个混蛋！林君君真的是你表妹？是，她是我表妹，她很有钱的，你们可以去找她。可欠我钱的是你啊！啊，我听说你不是喜欢青青吗？你看在他的面子上，能不能宽限我几天？应少，他已经拖了好几天了，今天再不还钱，按照规矩他得还100万。什么？我就借了50万，怎么样还100万？哎呀，难道你不知道这欠钱是要有利息的？我看你长得还行，把你弄到会所，那些男人应该挺喜欢。不，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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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我愿意，只要你不让我去会所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妈！那能办吗？那能办吗？姐姐，有什么事直说。小姐怎么了？进来。他们来能有什么好事儿啊？青青，你别
刘晴被一个叫英清泉的人给带走了。听说你和他很熟悉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啊！易少爷，我熟得很，他特别喜欢我们家晴晴，叫晴晴出马，一定放人。不行，这件事儿一定要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不行，不能报警。易少爷说了，只有你去才能放了贤贤。小姨，应啸天为什么抓你？贤贤借了应少的高利贷，他把人都抓去一天了。你和贤贤从小一起长大，这次一定要救救他啊！放心吧，姨夫，人我们一定会带回来的。你个废物，你现在还靠青青养着，拿什么去救？人家要的可是青青。是呀，陈静，人家要的是青青。青青去了之后，我们贤贤才能安全。等一下，这明显是个陷阱，你不能去。可是，她好歹是我表姐呀。青青，易少又不会对倩倩怎么样，看你样子，做个谁看呀、啊？帮我查一下应啸天的位置。青青，好久不见。医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表姐欠了你多少钱？我替她还。你说欠了我们多少钱？50万。多少钱？100万！100万！200万！表姐，你怎么会欠这么多钱呢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就借了50万。是，医生，我给把青青带来了，按照约定。小姨，你是故意的。青青，为了贤贤，你牺牲一下子吧。你太要说了。金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今晚你值100万。小姨，我可是你亲侄女儿，你太过分了。能被殷少看上，那是你的福气。殷少就背叛了我的女儿了。放开我！没事吧你？放开我！我跟你说，殷少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一定要告你。靠！到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女儿。你，住手！老公。你怎么能找到这儿的？自然有办法，放开他。你以为苗大强帮你，你就能把他们带走吗？苗大强跟这没关系。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。青青集团那么多项目都是千源集团投资的，是不是青青给了千源集团董事长什么特别的好处，才会给这么多项目？你说我没有。我告诉你，青青的项目是我让苗大强投资的。就你一个废物，也配让千源集团董事长听你？你以为你谁啊？到底怎么样才能放人？我告诉你，千源今天他们来这儿，一个也别想走。你不会像上次一样幸运，给呼龙卫的人帮了？吴小强，胡家。呼龙卫在此，随时看我吩咐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应少应该很熟悉吧？上次有个呼龙卫，听说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罚。别妖言惑众了，你跟呼龙卫什么关系？我跟呼龙卫总使是好哥，过命的那种。所以上次呼龙卫也不是巧合，也是你哥们儿。你还不问吗？应少他们要跑，站住！妈的，事情没办成还想跑，要么留下100万，要么把你女儿的手留下。妈，我不要，给我钱，我哪有100万呀？张英红，我警告你，不许打青青的主意，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。妈的，不把我当回事是吧？杀了他们，一个呼龙卫10万。擒贼先擒王，抓住他。放开我。没受伤吧？老公，对不起。我不该轻信小姨的话，
陈进，你个废物，你有本事跟我单挑啊！我有整个护龙卫，你拿什么跟我单挑？护龙卫跟陈进什么关系？吴九行，既然他看不起你的护龙卫，那就让他见识见识你的手段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报仇呀！万一陈进是陈家少爷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查到。金少爷，应啸天那边已经有所回应，为了你的安全，现在还不能报你的真实身份。应啸天能把手伸进护龙卫，相信他一个小小的江宁家族就能够办到。一定有陈家人内鬼。少爷，龙一那边用了所有的手段，还是没能交代被捕的人，您看要不要？既然不想让我当家族继承人，那我偏要争一个。世子追随金少爷，左右不过是我那小弟，既然不知道事实，放了龙一，让他们带我去见龙一的。您是说放了他？没错。龙一在我们手中的确是烫手的山芋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去该去的地方？属下遵命。少爷，有话直说。应啸天那边你一定要注意，他可是有危险的。既然他想找死，你不介意让他去没准出去。你个废，让你救贤贤，谁允许你找人打聂少？现在好了，余家千万订单彻底泡汤了。妈，当时情况很危险。去，赶紧去跪下给聂少道歉，让他原谅你。我们是不会去的。青青，没事吧？我都是为你们好，为我好，为我好就不会不顾我的意愿把我送人。你们，对不起，我是你老公，以后永远不要跟我说对不起。你看这浅水湾美吗？美啊。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地方？这是我第一次和你来这儿吧。我爸就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的。青青，没事儿，这里是凤华山庄，当年一个江南的老板看中了浅水湾这个地方，想要在这儿建一片水上乐园。这个地方如果开发的话很赚钱的。是，所以我爸当年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凤华山庄，没想到那个老板最后撤资了，凤华山庄没了价值，我爸一时想不开。都过去了，别想了。我一直很想重启凤华山庄，但这三年好像都没有什么用。这个凤华山庄我一定帮你建成。你？爸爸的夙愿我也一定会帮你实现的。老公，虽然知道你是逗我的，但还是谢谢你。这次您找我是有什么指示？三年前浅水湾那边有一个水上乐园项目，知不知道这个事？知道。那个项目投资人好像撤资了，项目一直在搁置。我听说您岳父在浅水湾那边买了块地，想做高端别墅山庄。没错，我想重启这块项目，你去评估一下。金少爷，三年前我就想做那个项目，只不过被人捷足先登了。那个项目一旦做起来的话，肯定赚钱。好，那这个事情就全权交给你处理。是。
青青呀，好消息，听说浅水湾被乾元集团接手了。真的吗？那还要假，项目已经开工了，听说是乾元集团背后的陈少爷亲自吩咐的。陈少爷，凤华山庄我只跟陈静说过，才几天就重启了项目，难道他就是乾元集团背后的陈少爷？不，不可能，他要是陈少爷怎么会和我结婚？青青，你下厨呢？没事吧？妈，如果凤华山庄的项目重新启动，爸爸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错，以后余家就是求我去我都不会去的。你怎么还不也上门？哎呀姐，我听说呀，乾元集团把浅水湾那个项目做成，那你们家凤华山庄不就有希望了吗？哎呀大姨，我们进去说啊。大姨呀、啊，我听说这个项目是乾元集团背后的陈少爷授意的。哎呀，你们认识陈少爷，怎么都不早说呢？毕竟，我也是陈少。哎呦呦，这可真是癞蛤蟆赛青蛙，顶呱呱！哎，这天上打雷，地上下雨，看把你们给能耐的。嘿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呀、啊？就凭你个废物女婿。小姨，如果你今天来是特地侮辱陈静的，那你可以走了。哎，青青啊，那个陈少爷都为了你重启浅水湾的项目了，表明了人家喜欢你啊，不然花几十个亿陪你玩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打住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不管人家什么目的都和我没关系。死丫头，那可是乾元集团。哎，陈静，你不是认识乾元集团老总吗？能不能介绍一块吃个饭呀？哎呦，他也就是误打误撞，还真以为认识呀苗总呀。就是呀，陈静要是有本事，怎么还靠青青呀？表姐这次来，恐怕是想在凤华山庄上面分一杯羹吧。姐，你们家那么大个项目，这青青啊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让贤贤过来帮她，她姐妹俩一定能做好的。不用了，小姨，凤华山庄是爸爸和青青的心愿，作为丈夫我会为他们完成。你拿什么帮助青青啊？这些我都知道，虽然重启了浅水湾项目，但是凤华山庄是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启动的吧？姐，我们家呀还有点积蓄，我们投资到您山庄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只要这个数的利润。小姨，您这是想要百分之二？什么百分之二呀？是20%。什么？你家的28000投进来，就要20%利润？你咋不抢银行去？大姨，你也不能这么说，还有我帮助青青的报酬。这都是我们家应得的、啊、还真是把不要脸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了、哎、你小姨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小姨你走吧。至于凤凰山庄项目如何，不劳您费心。你狗咬吕洞宾，你不识好人心啊你！我倒要看看没有我们家贤贤帮忙你能做成不、啊妈，我带陈静去上点药。这怎么了？明天就见令上，让他帮助我们重建山庄。不去。死丫头，你敢忤逆我！既然你不去见令上，那就让令上来找你吧。令上，你真的对我们的凤凰山庄感兴趣？不错。其实我怎么挺好奇，这浅水湾为什么突然开工了、啊？这苗大强跟陈静到底什么关系？医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陈静那个废物，怎么可能和苗大成有关系？
真的没有关系吗？真的。三年前要不是亲的爸爸，一个无父无母无辈的人，怎么可能配上亲戚？可是我觉得这苗大侠好像格外看重这陈记，难道他真是陈家人？怎么可能？他要是龙族的陈少爷，怎么可能委屈自己做一个废物赘婿的？再说这几年都是亲戚养着他，不然的话，他早死哪去了？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要敢走，就打断陈静的头。青姐，本来我想跟你聊聊这个凤凰山庄的项目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……这还差不多。青青啊，印少可是一心实意想帮你，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了。青青。你有什么困难都会帮。凤凰山庄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，多谢玉少关心。青青，你疯了，敢这么和玉少说话？玉少呀，青青不会说话，我代他向你赔不是。我今天话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。青青，阿姨可是亲自的让我照顾你的，现在就走，太不给面子了。还给我！啊！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休想开工。玉小天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天三，谁干的？他自己撞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这儿可是会员制的，这保安在干什么呀？怎么把这个狗给放进来？是我让他进来的。易小天，你有什么疑问吗？苗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餐厅不为吃饭，还是为了陪他别人。老公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跟陈先生治疗凤凰山庄的项目，经过陈先生的介绍，我们前缘集团决定结束后续的工程。老王，你和爸爸的心愿我一定会帮你完成的。苗总又想抢我们应氏的项目？各凭本事而已。我们应氏出资两千万的凤凰山庄。两千万？医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不错。两千万根本不够。怎么嫌钱不够？那我出资四千万。好好好，还是硬上有魄力。青青呀，一定会答应的。青青，你说是不是？笑。硬上，区区四千万你也配投资凤凰山庄的项目？来人，把三亿现金拿上来。从今天的情况来看，陈静和苗大强感觉没那么强。我猜的没错，陈静就是林少爷要找的那个人。喂，尽快搞到陈家少爷的照片，让我知道你是谁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青青。怎么了？凤凰山庄的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你表姐吓你的？这件事情是苗总亲自定的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主管说撤资就撤资？可是万一……别担心，我还是要去找他问清楚，我不知道凤凰山庄出什么问题。敢动凤凰山庄，就会我大不答应。
哎，红姐，好久不见，他们是？哎，这是我们贤贤的未婚夫，在你前沿集团上班，还是个主管呢。前沿集团啊，那可是我们江城有名的大企业，那不得年薪百万？哎呀，还不是领导赏识吗？哎呀，红姐，那你可享福了。不是说请吃饭吗？怎么还不走呀？对对对，我们还有事，下次聊，下次聊啊。哎，大爷，今天赵光要请我们去高级餐厅吃饭，你穿成这样有点寒酸吧？不就吃个饭而已吗？难道要我像你一样穿得花枝招展的？老公，你跟大爷他说的什么话呀？是你说咱们要去高级餐厅吃饭，我这不是想给你长脸吗？你看，哎，还是你有远见，这个餐厅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，我今天就带你一起亲戚见见世面。不要什么人，你看看那赵刚，前沿集团组，而你了，靠心心养，真是个废物。姐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陈进起码在家知道打扫卫生做做饭，不像我们家赵刚呀，只会赚钱什么都不会。这位就是表妹夫吧，经常听姐姐提起，幸会。哎呀，以后呢我们就是自家人了，这个有什么能帮上你的我一定帮。走。不就是前缘一个小小的主管，嚣张什么？我看您家陈进啊，天天在家待着也不是事儿，要不让您家小张呀在工地上给他找份工作，这一天100块钱呀，这月也3000块钱呢。不用了，小姨，我媳妇儿一个月挣好几万，她养得起我。姐，你们家这女婿也太不要脸了吧？这是我老公，我愿意养着他。哎，我们也是好心嘛，如果这货看不上工地上的工作，废物，明天就去工地上班。他不愿意去也就算了啊，免得我们这些人呀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哼，你真的要请我们在这里吃饭吗？大姨，你们家可能还没来过这么豪华的餐厅吧，今天呀、我们随便吃随便点啊。那就把这里所有的招牌菜全都来一次吧。果然是没见过世面，招牌菜都在这儿。小张啊，还是你对这里比较熟，点了这么多好吃的。好喝。再来一杯。妹夫是没喝过这么好的红酒吧？没关系，今天喝也随便，反正这些东西小芳还是买得起的。老公，你要是喜欢，我下次可以陪你。这次我们就不要让姐姐泡杯了。姐姐呀，你的女婿也太不懂事了吧？就算是我们家小刚请客，也不像没喝过的酒似的，一个人呀、喝了我们好几个人的量。没事，既然陈进愿意，就让他喝啊。毕竟我现在在前沿上班，这些东西我还请得起吧。果然是个废物，就是喝喝喝喝。青青呀，我们家小刚现在负责那个浅水湾的项目。这项目呀，他有绝对的话语权。嗯，之前我们说的那些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小姨，现在前沿集团的苗总已经给山中出资，现在由他们全部负责。青青呀，我们家只要20%的利润，已经很好了。这个项目呀，又由我们小刚负责，到时候您就可以分钱，不好吗？小姨，那你们家可以投多少钱呢？这些钱够了吧？我们俩只要20%的利润，一分呀都不能少。明明可以抢，可是要给我们钱。妹妹，你想用这5万块钱
办我们余家上千万的项目，你怎么和年轻时候一样不要脸？哎，这项目可是我该负责，如果没有我点头，你凤凰山庄就别想开工。你还拿苗总来吓唬我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事儿可是苗总亲自告诉我，由我来全权负责的。苗总让你全权来负责，而你却以公谋私来空手套白狼。你别污蔑我啊，我们可是出了50000块，哪里空手？哼，你干嘛呀？陈念，你疯了吧你？别在这丢人现眼的。陈念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侵犯你。妹夫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收起这100000块。否则，否则什么？否则你们家就做不了凤凰山庄的下场。杨大强，5分钟之后到楼下这个餐厅来解决这个垃圾。还打电话给苗总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一个电话他就能来？苗总什么身份？能来这种地方？真是没眼光。曹总要是来，赵刚的人赵不起。啊？杜师，您怎么在这里？苗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娘，从现在开始。我再请潜水湾校长负责任。我做错了什么呀？我潜源集团一直做事讲究，是谁让你打着集团的旗号对这起合作伙伴的？我们可没有啊，苗总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们一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，您这样随意撤职有点过了吧？是我处理我公司的事务，您觉得不满意我立马开除这个人。求你千万别抄我的职啊！陈先生，您先麻烦了，这件事情我会让秘书清楚。潜水湾的项目我做了一半，你接过去安排。这件事情我会集团，我会优先处理。那我就先谢谢你。陈静，你究竟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？赵刚，你要是没有能力，就不要随便承诺。你为什么要承诺我们可以进入前缘集团呢？贤贤啊，赵刚他一个小小的主管，刚刚在听你们董事长的吗？那就是陈静的不对了。既然他认识苗总，把这个项目交给自己人做不好吗？这件事已经归前缘集团负责了。你想要50000块钱投资？你这。怎么想通了？好像是赵刚要请我们吃饭的，这不买单就要走，不合适吗？小姨，在这个桌子上，陈静吃的是最多的，也是最贵的。既然你不接受我们的50000元资助，那这顿饭就不应该由赵刚请。这一大桌子菜，你们没吃吗？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请不起？哎，你说谁请不起？你啊。堂堂前缘集团的主管，虽然不负责潜水湾项目，但是你年薪100万，不会连一顿饭都请不起吧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这么办吗？服务员，结账！像你们这种穷亲戚，一辈子都吃不了这样的顿饭，今天就当是带你们来见见世面。让先生找到。干什么呢，磨磨唧唧？12.8万，禽兽！你要现金还是刷卡？刷卡。对不起，余额不足。对不起，余额不足。要不您再换一张？有。对不起，余额不足。
你看我干嘛？我可不急。才两年，我才给你打了10万，你又有还你？哎，你上次不是说 你想换车吗？下个月你发工资，我立马就给你换，好吧？这可是你说的。服务员，把这些菜打包一下。真是土包子，还打包？亲亲，这样的老公，我劝你还是趁早离了吧。那个硬伤那么喜欢你，总比这个陈静好吧？表姐，陈静他是没什么本事，不会赚钱，但是至少他不虚伪，他不会打肿脸充胖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一直对我很好。对你好有什么用？一分钱都不会赚，还得靠你养的废物。陈进要想打包，就让他做吧，毕竟上门女婿也怪不容易的，对吧？谢谢你啊，把你的全部身家都用来买菜，这后面的日子应该很辛苦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有本事你自己去买单呀！别说12万了，就是2万，你拿得出来吗你？他要是有钱买单，哼，我就趴在这儿，爬出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废物疯了吗？这可是12万。你废物疯了吗？这可是12万。服务员，叫你经理出来一下。今天晚上这顿饭替我陈进账。真是吹牛不上税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敢让青青买单，断你腿！哇，要是12万都能配给我吗？怎么办呢？那就像你说的，从这儿爬出去。好。没事，这废物，不求你挣钱养家糊口，你还敢和乾元集团赌？比财力，小小的12万，真的不算什么。姐，你别拦着陈进，没本事呀、啊、还装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经理，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招待不周，还请您不要介意。唐经理为什么对陈进这么恭敬？难道陈进和这家店有什么关系？把这顿饭钱退给这位先生，然后记我账上。好的，陈先生。我唐经理怎么会听你的？可能是因为我跟苗总来多了，唐经理认识我，也不喜欢。这是这周的饭钱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打到您刚才付款的卡号上。哎，不用了。哎，别急呀、啊，想要钱。得按照约定从这里爬出去。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说话不算话。你就说话不算话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唐经理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只不过你今天拿不走12万8而已。我以为是你跟姚总认识，还你们两个有一腿，真没想到啊！陈静，他要把他有病死。不可理喻。静静，你要相信我，不要听他们。相信你。我们走。怎么，你想要这个钱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从这儿爬出去，就分手。18万呀！陈静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陈静，你非要把事做得这么绝吗？还就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没想到你还当真了。如果没有我说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老公，不然今天算了吧，小姐她们也不容易。好，
看在青青的面子上，今天就放了。站住！记住了，从今以后别这么装。是。下次不敢吃饭，就得把钱带上啊！什么？爸爸让我们现在就回去？好。喂，什么？老爷子让我现在过去？好。妈，不然我陪你去吧，我有点担心你。死丫头，老爷子让我一个人过去，你想害死我呀？那你注意安全。老公，你说爷爷这么着急把妈找过去，是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可能有什么急事儿吧？难道是因为富华山庄的事情？不会的，富华山庄是由前集团管理的，跟余下有什么关系？那是……等晚上妈回来就知道了。老爷子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今天是应少约的礼。应少找我是不是聊青青的事儿？要是聊吧，聊聊陈静。什么？那个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现在就去收拾他。站住！听应少把话说完。这陈静最近有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没有呀，还是每天洗衣做饭干家务。就是那种以前办不到，现在别人想办也办不到，他不费吹灰之力的那种事情。就是老爷子过寿那天，不知道算不算？有人说浅水湾要开发，第二天就启动项目了。还有前几天，我和我妹妹在外面吃饭，中途苗大强来，最后餐厅就给我免单了。就说最近怎么奇奇怪怪的。果然没猜错呀，这陈静就是龙都陈家的陈少爷。你说什么？陈静就是龙都的陈少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们也猜测，所以还需要您去确定。我帮你们确定。阿姨，你想一想，到时候您有一个女婿陈家陈少爷，您拖威风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你只需要汇报一下陈静最近在做什么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女婿啊，我来擦。你歇会儿去。女婿啊，衣服我来洗。我来洗。青青，妈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感觉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好像从爷爷那儿回来就这样了。他去爷爷那儿见谁了？好像是应啸天。我问他具体是什么事情，他还神神秘秘的不说。应啸天，难道应啸天发现我的身份了？喂，帮我做一件事儿，我不需要透露给任何人消息。我小子，你竟然还没查到？
陈林少爷，我们用了所有资源，还是没查出陈林他们到底有什么异常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你们遗漏了什么，还他妈愣着干什么呀？等我们一切关系，我要知道这个林家大少爷是不是陈进。滚！少爷，请喝茶。少爷，陈林少爷已经知道您来江城，恐怕。 一直追不着他，所以呢？其他少爷非死即残，能给陈林少爷争家主位置的可只有您了。少爷，我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应啸天，他最近不打清清主意，反而盯上了我。难道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？有所怀疑。 要不然怎么会收买我的丈母娘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？什么？那你今天无法。我今天的行程，他是不会知道的。少爷，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多注意一下这个陈年少爷，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我担心您的安全。哦，对了，您看。 家主就这样放任陈琳胡作非为？你也知道，家父他年纪大了，被陈琳少爷一直哄骗，所以他一直认为其他少爷的遇害都是意外。我怀疑应啸天被捕，有人指使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陈琳。什么？怪不得我最近听说应啸天在查一位陈家少爷。 没想到是你赢了，少爷。现在陈家各大长老都对陈琳少爷不满，他们都希望您成为下一任家主，所以希望您尽快和云龙队成亲。长官，你先起来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在江城还有事情没处理完。少爷，这……大哥，在江城绝不能让陈琳的势力出现。 我担心青青会处在危险之中。那应江那边，如果应啸天和陈琳勾结，在江城，我希望应氏彻底消失。是，张管家，你先回龙都，别担心，陈琳狗急跳墙，你万万要保护好家主，等我回来。是。 老板，来条鲈鱼。又买鱼，你哪不会吃啊？对啊。什么？亲戚的 ICU， 我马上过来。夫人今天刚一出门，就碰到了一辆货车冲过来，我们查过了。 这辆车的刹车被人动过手脚，在监控看，听说是赔到了一个什么活的生命。一辆货查到了，是。少爷，我觉得你最近还得注意安全，夫人的事情或许只是一个警告。敢动我的人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妈，陈庆，都怪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女儿也不会受伤。 张女士，程医先生也不想到，这不是他的错。我女儿现在躺在医院里，生死未卜，你说不是他的错？对不起，我可听说了，你仇家找上门，我女儿才受的伤。我可告诉你，我女儿要是醒不来，我不管你是哪家少爷，我都不会放过。 派人去保护他，我不想再出现任何差错。对了，还有，叫吴泽行带神医过来。是。
叶少，怎么和说的不一样？哎呀，阿姨，您先别生气，咱先喝一杯，咱先喝一杯。你怎么擅自对亲戚出手？这不是为了看看他是不是林家大少爷？这不是咱说好的？难道就只有这一个办法？青青还在医院里，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阿姨，您放心，青青没事的。现在陈家那个神医应该在赶去的路上了。神医？不错，这陈家神医只对陈家人医治，只要这神医出手了，那陈进的身份自然就明了。真的？当然，到时候那位可不会让陈进活着。吴宗石，你到底能不能甩开后面的跟班？别说话，坐稳了。少爷，神医赶到。神医，这次你要对着青青。金少爷放心，老朽一定尽力。少爷，我们在来的时候被人追上了，我想林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。他的目标已经是我了。小夏，哎，你带上全部护龙卫，暗中去保护我的家人。少爷，有一部分护龙卫已经被管家带到了家主身边，剩下的我会全部调回京城。少爷，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，要不然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青青还在里面，我要等他。怎么样？我一击没有打呀，放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杨啸天，你这是找死！走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行。怎么，没有发现你身份像杀无病口吗？我的确是想杀人，不是因为神族的报复，而是因为你伤害了我的家人。我前台于欣欣那个女人的命换林少爷给我承诺的前程，这笔买卖很划算。这大臣妾，你怎么就敢动我？动林少爷！一个都不会放。我求求你放过我，我有钱，我有钱。撤！饶我，饶我！啊！清理现场吧。是。
起了。老公，我怎么了？上班的时候出了车祸。现在没事。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妈妈了。妈，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要再让亲亲受伤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怎么，陈少爷不服？没有，没有就好，好好照顾亲亲。这是给你的，哪的人把你弄进来？这是谁送的？不知道，听说是个大人物，江城有名，有些人都受到了邀请。到底是谁？大人物来了，金少爷，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，需不需要护龙卫出手？不需要，既然对方不想暴露身份，那我们也没必要知道。是。我要去江城几天，夫人那边你一定要保护好安全。您这是不该问的别问。金少爷恕罪。帮我准备飞机，20分钟后出发。是。恭送金少爷。参见家主。你知道回来了。是。我回来了。陈琳的事情你也听说了？是。你怎么看？他虽然是我弟弟，但是家主的位置我还是觉得公平。公平？每个站在世界顶峰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公平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还叫我回来干嘛？陈家家主令。陈进听令。陈进接令。3个月内，我让你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家族各大长老的认可，让陈家更上一层楼，成为陈家家主。家主令我暂时赐给你，如果遇到阻挠，见家主令不见家主本人。家主，这话是不是对陈琳也说过？接令。陈进接令。哦，您就这样把令牌交给陈少爷，林少爷那边恐怕会不满。他们之间早晚会有一战，我只是把这一战提前了而已。你又客气了，我这就去叫陈毅。不必了，天命难违，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决定下一任家主，我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你也不要这么悲观，我相信两位少爷一定尽力。林少爷，林少爷，家主秘密会见了金少爷。敢跟我说，让他就命来，命回。你们是谁？拿下！给我打！好，自首。
去死吧！我追，停！少爷，没事吧？住下来吃，还请少爷恕罪。起来吧，少爷，为什么不让我拿下这些人啊？我做出这种事情，可只有我那个好弟弟才能忍下三郎之冤。既然让我，那我就配合他们。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不是让你们保护夫人吗？夫人已经安排妥当，这里别的地方有，他们会对你不利。准备一下。是，废物，连个人都抓不住。对不起，林少爷，护龙卫突然出现，我们也。家主真是偏心，连护龙卫都让陈进随时调动。护龙卫是靳少爷创办的，比起家主，护龙卫更信任靳少爷。江城的宴会准备的怎么样？一切准备就绪。很好，那我们就请君入瓮吧。去吧。你说过以后会告诉我真相，现在是时候吗？我们回家再说。陈静，你今天必须告诉我。青青，你病刚好，刚出院，别这么激动。我们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你知不知道我最近有多担心你？我害怕你跟我一样，不知道哪天走在路上就被车撞了，又或者是在哪条巷子被人追杀。我只是想要一个真相。青青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保护我？那你更应该告诉我真相，因为我不想某一天早上醒来，身边没有你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回了家之后，我立刻告诉你。你不会骗我？我绝对不会骗你。嗯。我们走。青青，青青，搞什么搞？其实我是龙都陈家人。龙都陈家是那个华夏之都四大家族之一的龙都陈家。嗯，三年前我为了躲避家族斗争来到江城，因为不想暴露自己，所以选择了隐瞒身份。既然你是陈家人，那为什么会和我结婚呢？一般不都是和世家大族联姻吗？这件事我要向你坦白，当初确实有一段家族联姻，你，但是我拒绝了。自从遇到你，我还是通过一点手段和你结婚的。你大爷爷余家上任家主，当初他遇害，我救了他，他问我要什么。你要的我？对。但是青青，陈家家世复杂，我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他为了得到家主的位置，不惜一切手段残害其他兄弟。什么？下一个就是我。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什么时候受伤的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没事儿，你别担心了。是不是你那个弟弟干的？咱们不跟他争还不行吗？我已经躲避三年了，即使不争不抢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那我这次受伤是不是也是他？没事了，青青，有我在。哎呀，老公，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你做那么危险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青青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你的。好。说的什么呀？声音这么小。陈静是陈家大少爷，我只要抱好这条大腿就可以了，何必理会医生？
江城风雨欲来。害怕吗？有你在，不怕。今天江城有名有姓的家族都被邀请了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宴会呢。是啊，听说背后的组织很神秘，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举办的，待会儿就揭晓了嘛。哟，青青啊，今天这个宴会啊，可不是谁都能来的。这个废物呀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我们当然是拿了邀请函才来的。倒是小姨，你们既不是江城望族，也不是江城世家，怎么也会在这儿的？我们一个废物而已，贤贤，我们不跟他计较。待会儿啊，那个大人物来了，说不定啊，看上你了呢。怎么？把你那个年薪百万的未婚夫踹了，想来这儿傍高枝啊？你自己什么东西不清楚吗？还敢诽谤我们贤贤？秦少爷，要不要我收拾你？不要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陈少爷了。那就祝你们两个成功。各位，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我是谁，我为什么举办这次宴会？让我就先测试的你。是。既然这里信号被屏蔽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没想到整个江城的名流都是他请来的，看来来头不小。不错，只有这样的继承人才配得上我的女儿。为了对付我，竟然屏蔽了信号，那咱们就得拼了。手机怎么没信号了？没信号了，怎么回事？大家别急，之所以屏蔽信号呢，是我想举办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宴会。我叫陈林，来自龙城陈家，即将成为下一任家主的继承人。竟然都是来自龙都陈家，一个是龙，一个却是陈。如果我接任了继承人，在座的各位都会成为我们陈家的合作伙伴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们必须每人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林少爷，别说一件事，就是十件事我们也做。就是，没错。很好很好，那就是我让你们各大家族从现在开始终止跟乾元集团的合作。没有乾元集团的资金支持，陈进你拿什么合格？怎么有困难？林少爷，乾元集团不是陈家的产业吗？你这么做是为什么？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可是现在解约，我们几家损失惨重，而且我们要付高额的违约金。你可以选择赔付违约金，还是选择立马破产。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就可以在意向书上签字。林少爷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，滚。况且我就做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况且我就做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陈林，你好大的口气。陈进，你怎么这样跟林少爷说话？你敢动乾元集团，整个江城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，到时候货币贬值，物价上涨，很多人都会失业。那你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，让这么多人受到影响，你觉得你配当陈家家主吗？混账东西，林少爷不配，你配？怎么还敢对林少爷不敬？哪来的两个蠢货？不过能让陈进吃瘪也算不错。林少爷你好，我是陈进的表姐，他如果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，你就跟我说，不用你动手，我亲自找寻他。林少爷，
一个女人都气得你脾气，可能你还真是个废物，你跟你那个妈一样。呀，你没有资格提我妈。你个垃圾，你敢打我？来人！你以为这样就能拿下我？哼！就你们两个人，还帮我屏蔽了信号。今天你们两个，我枪决了。我看未必吧。上！金少爷，现场屏蔽已结束，直播已开启。家政那边再实时关注。陈林，东西抢得再多，我怕你到最后也无劳而返。哼，你有你的护龙卫，我的龙虎君是吃素的。陈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董成，住手！家主令在此。拜见家主。拜见家主。什么？这个废物竟然是陈家家主？见家主令如见家主亲临，陈林，赶快跪下！不可能！我把家主令传给你。这个赘婿竟然有陈家家主令？这个陈俊是陈家的家主。陈静，你就是陈家家主呀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也是陈少爷吗？只是你不相信而已。家主令你没资格拿，我以为我。这是家主赐予我，让我方便行事的。我没资格，难道你有？这群老家伙摆了我一道，就不该坐那个位置。跪下！够了！家主这个位置永远不适合你。适不适合我，是你说的算。再说，我只要清楚的你，没人是我的事。龙虎君，听令！属下将令。今天在场的所有世家家主，谁没签署意向书，终止跟田园集团的合作，龙虎君就地处决。我不同意，我不签。我看还有谁不同意？我不在乎，血溅当场。少爷，如果各大家族不跟田园集团合作的话。天元集团一时之间会损失惨重，现在连家主令都约束不了这个疯小子，在之前不要惹怒他，事后速查缉。是，你看到没？这就是实力。家主令先寄放在那里，三个月后，等到继任的时候，我让你亲自封给我。苗总，统计一下前几天所有的损失。我帮你整理一张，我一定要追回。是。红龙卫，随时待命。奉命。哎，陈静，青青，你们等等我们吧。哎。哎，静哥哥，我帮你。表姐，请自重。小姨，表姐，很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陈静啊，你看今天晚上能不能让我们在这儿住一下？这么晚了，我和贤贤回家也不安全。哎呦，妹妹，你要是觉得太晚的话，我就给妹夫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接你。啊，姐，你还没睡呀、啊？别又你怎么想的不知道。告诉我，陈静是我女婿，你们看看你女儿贤贤长得样，能跟我家静静比？你怎么说话呢你？我们家贤贤怎么样？人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哪个男人看见不喜欢呀、啊？啊，你干什么你？哎，妈，快住手，别打了。好了妈，别在陈静面前丢了脸面。哦妈，你靠高人几次上位，现在你这个女儿都有老公，太彪！
己没本事管住男人，还不让别人找更好的呀？哼，快去！哎呀，哎呀妈，我今天打死你！哎呀妈，住手！别打了，老公，快给小林头头打电话。陈姐，你快给我妈打，道个歉，这事我们就不计较了。什么？我道歉？呀，你疯了吧？你跑到我家来勾引我女婿，还让我女儿道歉？大姨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便宜外人？陈贤贤，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，这门亲戚就别做了。打死你！住手！妈呀，你这放手！你为什么不让他放手？你还喜欢着他是不是？你！你胡说什么呢？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！哎呀，我说话算了！爸，你怎么这样对妈呢？陈静哥哥，你快劝劝他们呀！行了，你们全部人给我回家！你走不走？你要再不走，咱们离婚！你走不走？你要再不走，咱们离婚！哼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陈静，别看你有身份，但是要让我知道对不起我家亲戚，我一样打断你的腿。妈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如果真的有，也不用您亲自出手，我会自断手脚。你别胡说。三千亿，我这几日被访了各大家族，但都吃了闭门羹。林少爷那边放了狠话，并派人进驻了各大世家。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集团困境？除非什么？联合各大世家。各大世家？没错，龙城的楚家和袁家明确表示程家家主的选拔保持中立，但顾家没有表示。顾家就是三年前小的联谊的顾家。联系顾家，我要见他们家的。顾晶晶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为什么看着我？我记得我要见的是顾家家主。林少爷真的是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要是顾家的女婿，就是想见国主都没有问题。怎么，没话说了？林小姐如有气，尽管出手。消息了咱们就来了个证据。陈总，三年前你一声不吭的就跟我离婚了，你要我说是个普通的笑话。这一仗我还没有跟你算呢，你还想跟顾家谈合作？顾小姐，你我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。当初虽然说陈顾两家有人因，但那个人并不是我。可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是，你说我们置身何地？陈姐，你不是想跟顾家合作了吗？你只要和那个女人离婚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顾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，这不能作为合作条件。陈姐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要不是顾家帮着你，你早就被陈林吃的连渣都不剩了。这不劳烦顾小姐费心了，今天就当我没来过。陈静，
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林少爷，苗大强约了各大世家家主，但都被拒绝了。陈静想要合作顾家，但不知为什么去的人是顾家大小姐。顾静静，这个女人可不好惹。陈静三年前得罪过她，我看这次用不着我出手了。那件事还需不需要准备？我要的是万无一失。是。悠着点，别一下玩死了。了解。老公，你到哪儿了？饭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我快到了。嗯，你路上注意安全啊，慢点开。等我回来。老婆，喂，老婆。陈静，你上来，怎么给我保证？你是绝对不会让我女儿再受伤的。我不要你了，你不说话。我都给你老面子了。对不起吧，这次是我输的。怎么样，我给你的这个惊喜还满意吗？是你。是我。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伤害了我女儿。我杀了你。妈，你冷静点。陈青，里面做手术的可是你的老婆。我知道。所以我不会放过她。你可别忘了，我的背后可是龙都的顾家，以你现在在陈家的处境，我捏死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蜉蝣撼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可能？因为就只是个废物女婿。你个老英雄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病人已不大碍，如果再晚送来十分钟，那就危险了。是的。放心，我掐着点儿了，不会让那个女人死了。你找死！女婿，不能放过这个女人。你敢杀我吗？你能杀得了我吗？不会。陈青，你怎么能轻易放过这个女人呀？这么死，便宜她。敢动我！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了。我跟你之间没有旧情，滚！我可怜的女儿呀，你好命苦呀，好不容易开始享福，你竟然出了车祸。妈，医生说了，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，你别哭了。妈，能让我单独跟他待会儿？子晨，对不起，我又没能保护好你，我一定要是在那个位置才能保护你。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听说你的吴总去，我要你派人24小时保护夫人。遵命。我和陈静争夺家主位置的事情已经摆在了明面上，如果成了，你们两个是功臣；输了，有可能犯贱。如果这个时候选择退出，我绝不阻拦。是，这封进退绝不后悔。好，吴总去，派上你的人跟我走。苗总，你去游说各大世家，如果不成，前缘集团绝不能吃亏，让他们按照违约金向赔偿，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非常手段。是。静少爷，我们现在要去哪儿？做什么？去杀人，你敢吗？敢。静少爷行动此事说一声，我不就行，义不容辞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你还真信？既然陈琳想当家主。要报复他最大的报复不是杀了他，而是让他失去一切。至于顾静静那个女人，
顾小姐毕竟是顾家的人，不太好吧？既然他这么瞧不上尚美女，那我就送他一个，还是永远都甩不掉的那种。季少爷真是太恐怖了，千万不要惹我。不对，惹到季少爷没事，千万不要惹到夫人。少爷好，这就是陈林最大的能耐。季少爷，这就是你说的龙虎君子图。那林少爷手中这个是？陈林手中是龙虎君的美术，这里是龙虎君暗图，实力不知道要比您高出多少。那您这是要？既然陈林以后的是他的龙虎君，我们灭了他，看他以后怎么嚣张。还是季少爷的事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暗部不能给龙哥任何支持。是，季少爷。这是您要的暗部控制权，家主已经全权交给您了。季少爷，既然家主把家主令和暗部控制权都交给您，那您还跟林少爷争什么？有些人天生就是家主的权势，让他们时刻抱有希望，是家主最大的难度。您家真是太恐怖了，还好针对得住。既然如此，现在只需要给他致命一击。林少爷。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准备行动。很好，马上行动。林少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你来了，吃了吗？你不应该惊慌失措，生气骂我吗？不生气，况且骂你做什么？你做得很好。什么他妈叫我做得很好？作为家主继承人候选人，你的确做得很好，隐忍强势，不过这还不够。家主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季少爷，出事了！我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有什么欲望都写在脸上，得不到的就去抢。这都是陈家交给我的生存，这可不是作为一家家主的生存之道。他妈的，我就不懂了！我已经这么优秀了，我打败了除了陈家以外所有的人，为什么把家主给我？还是一个废物赘婿，有我在，你永远成不了陈家的家主。为什么？你只是少了一次机会，你个老东西，这都不给我。好，那我就让你死心。滚家，滚家，你醒醒，滚家。少爷，快叫救救主！家主被林少抓走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好像是去了龙虎之大龙宫。少爷，快叫救救主！家主被抓走了。那个林少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他什么事都可能能做出来。好，一定把家主带回来。多少人？去城堡，城堡转。他们可是答应我的，让我和陈静恭喜进城，可不是的。可以，你让陈静进来。哼。不就小小的为难了一下，就这么回事？蠢货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怎么回事？
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帮的忙，我们一直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，怎么帮他？你脑子让人踢了是不是？罗国军守卫森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没资格知道。不是抬举。动手！你为他们做了什么？我说了，不配知道。现在不管你在想什么，先把家主放了再说。家主，你不是说过给我机会吗？这也在你计划之中。不，我说话算数。陈琳、陈静，听令。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你们两个谁能让陈家成为龙城四大家族之首，谁就是下一任家主。在场的各位长老、龙虎军都是见证。是。是。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那就等着瞧。什么？清心醒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森爷，他身体怎么样了？已经为夫人扎针调养过了，他现在正在休息。好、哦，谢谢森爷，您客气。他脸上的伤疤只能通过手术来治疗，现在情绪非常不好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是我，青青。你出去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青青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不介意。而且现在医疗手段这么发达，一定会好的。真的？你真的不介意吗？不介意，我还会请最好的医生帮你恢复。好了好了，哭了，哭了。婷婷，我去跟他们交代一下，你好好休息，守护好夫人。是。喂，我马上过来。靖少爷，就是我们，我们错了。是啊，靖少爷，求你一定要保住江城各家呀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让你解决合约的问题吗？金少爷，林少爷那边要求站队，这次家主之争，要求各大世家拿出所有的资金交给林少爷。陈林速度这么快？金少爷，距离规定的时间已经不到三个月了，我们这边还没有准备。各位，想不想摆脱陈林的威胁？想。想不想让家族资金更上一层？不想啊！想不想让家族从此以后不受任何势力的胁迫？想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各大家主配合我，等我当上这个家主，我答应你的一定兑现。这和林少爷和我们保证的一样，只不过没强迫我们。我以陈家家主名义起誓，一定给你们兑现。您真的能在这场争夺战中胜利吗？当然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陈进在江城就是你们最大的依靠。听听靖少爷差遣。好了，各位，请吧。还是靖少爷厉害，三言两语就让他们站在了咱们这边。只要知晓他们想要什么，满足他们就行。不仅政府要强迫，靖少爷说的是。我还有件事需要你去办。你说，我们辅导道
不需要你负担刀光。龙都顾家，顾静静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他从继承人的位置掉下来。这马主有难度，他毕竟是顾家人，想把他拉下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他虽然是这些女子当中最优秀的一个，但是他有一个弱点。什么？他就爱逛夜店，每次都有很多帅哥陪着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请金少爷放心。青青，敢伤害青青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想知道我的名字是要加钱的吗？今天晚上你要是能让我满意，我想要你钱。我叫何阳，记住。都在里面了啊，是啊，您放心，我没有备份。无所谓，你就是备份多少我都没有意见。何阳，昨晚的人是顾家的大小姐，顾家妻儿顾家，你如果能让顾小姐喜欢上你，对你负责，那你下半辈子真不用愁，更不用去那种地方面。真的吗？你如果能让顾小姐取了你欠我的钱，对。苗总，那你说话算话。放心，我会帮。等你成了顾家的城门贵婿，记住千万可别忘了。苗总，您放心，到时候呀，我肯定好好感谢您给我的机会。你先走吧，顾小姐的信息我稍后通过给你。哎，好好，苗总您听我。这个人靠谱吗？金少爷请放心，这个人是夜色中最出色的男人，想成功都会想疯了，碰到顾小姐这样的优质资源，他是绝对不会输。盯着点，别让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让你查陈静是用什么手段打败的龙虎，查到了还没有？就这点事，这么久了，你们是想让竞争失败？有心，李少爷恕罪，我们已经查了所有信息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龙虎卫是不是有我们的人？已经被靖少爷潜伏好久，你不会安排其他人吧？李少爷，现在护龙军审核严格。之前的龙吟也是千辛万苦潜伏了好几年才混进去，况且现在靖少爷已经有了警惕之心，
根本插不进去我们的人。废物，给我滚！我不会输，我是不会输的。不担心。怎么样？是不是？不担心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陈先生，陈太太，手术很成功，但还是要多注意休息，注意饮食清淡。好，知道了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老公，我想回家。不会，现在就回去。等你们半天了，快来吃饭。晴晴啊，受累了，来吃个肉。妈，医生说了，得吃点清淡的。还是这些菜就行了。好，来吃点青菜。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吃完了，吃你的。好，女婿啊，你现在是陈家少爷，能不能，能不能？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哎呀，陈静。你给我300万，给不给吧？300万，妈，你跟我们说实话，你究竟干了什么呀？轩轩说有一个好项目，叫我一块投资，可最后他说是亏了，我把全部的钱都拿去，但是还差350万。表姐，他能有什么好项目呀？你肯定是被骗了。对呀，妈。小姨和表姐都骗过您多少回了，你还上当？银行刚才打电话说再不把300万补上，就要把他家房子抵押。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我是不会给你钱的。陈静，你今天必须给。妈，你别无理取闹，我先给表姐打电话。你不能打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今天不说也没关系，只要我想查，一定能查出来。不是投资。是贤贤带我去赌场。哎呀妈，你怎么能去赌呢？你是说陈贤贤带你去赌场？哪家赌场？桂林赌场。桂林赌场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那是陈林的产业。女婿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你们两个最近不要出来，我会派人保护你们的。陈静，晴晴，放心吧，等我回来。喂，苗总，陈林那边不安分，计划提前。少爷，我带人去那个赌场。已经人去楼空，看来这是蓄意为之。秦少爷，那要怎么办？既然是陈贤贤带我爸去的，抓住他，肯定能知道底牢。去把陈贤贤带过来。是。苗总，顾静静那边怎么样？河阳进展很顺利，顾小姐已经被他们给抓了。很好，给我盯紧了，我不敢出现任何差错。是。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陈静，你来了。是你带我妈去赌场。陈静。
翻他呀？回答我，不要装傻。没见这么蠢的人，是大姨她自己贪心的。汇仁赌场是一家货源制的赌场，凭什么是？绝对进不去。说，谁给你的辩护？当然是陈少带我进去的了。他不仅给我很多钱花，还带我去了很多场合，见识上流社会。是，也是他让你带我爸去赌场的。是啊，谁让他看不起我，还看不起我妈？他以为千金嫁给你了不起？我告诉你，我陈贤贤一样可以嫁给豪门。你，哼，你一没姿色，二没能力，你拿什么跟青青比？有陈少爷当我家主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下辈子吧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还是在这儿好好反思吧。走。你们去哪儿？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把人给我看好了，在我当上家主之前，我不希望他再去骚扰我的家人。放心，有护龙卫在，我会放你一直苍蝇的。哟，陈静，你该不会是回来认怂的吧？认怂？这应该是你做的事儿吧？你，两位少爷，里面请。哎，幼稚。拜见面，坐吧。今天没有外人。老头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现在很忙的。今天把你们叫回来，是想提醒你们，现在连家主选拔还剩一个月的时间。家主请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小子，现在三大家族的资产总和都没有我多，你这输吧。是吗？这个成绩不错，是任何一个陈家家族都无法企及的。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把陈家推向四大家族之首，仅仅是有财力还是不够的。不错，要想成为四大家族之首，首先需要人家有心理上认同。那他们走着瞧。站住！家主让你走了吗？关你屁事，家主都没说什么。目前竞争陈家家主的人选只有一个脸。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想提醒你们，我不希望在外边听到陈家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厮杀。您当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混账，我让我知道了绝不轻饶。是，你们走吧，等到选拔那天再给我回来。是，谢。您这身子骨是不是应该让神医过来给您调理一下？不然不必了，我的身体我清楚。老爷，这些年您为陈家牺牲的可太多了。能成为四大家族之首是历届家族的心愿，我没能做到，但愿陈进不会让我失望。少爷是陈家家族亲自选定的人，我相信少爷这回一定能成。林少爷，目前全国主要52强，我们的资产已经达到一半以上，而其他家族加起来还不到我们的一半。目前我们的总额已经达到40000亿华夏币总资产，而靳少爷那边还不到3亿。少爷您放心，还有不到几天就已经到7下了，我们赢定了。出去吧。是。金少爷，好消息。是不是顾家有消息了？不错，顾小姐为了何阳和家族闹翻了。继续说。顾小姐想要嫁给何阳，但遭到了顾家的反对。他们认为何阳身为夜店蓝魔出身的人，根本配不上顾小姐。但顾小姐已经被何阳迷得神魂颠倒，于是顾家考虑把顾小姐从候选人的位置上拉下来。好，这一切都在咱们的计划当中。顾家新的家族人选是谁？是顾小姐的堂姐顾悠悠。顾悠悠这个人比顾静静有实力，去跟他聊一下我们的计划，和其他两大家族条件一样。金少爷，顾家
为四大家族最末，和其他两大家族一样，我们是不是太吃亏了？不，这是诚意。各位，如果陈林当上家主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家族连汤都不剩。现在只需要在这份协议上签个字，就是双赢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对不起啊，查先生。你回来了，我以为今天晚上也等不到你了。你每天都这样等我？也不是，只是最近你很少回来，我很担心你。我想给你打电话，但是怕打扰到你。傻瓜，你要是想我了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真的吗？可是现在不正是关键时期吗？放心，接老婆电话的时间还是有的。答应我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少爷，怎么办？陈林叫你们来的吧？抱歉了，秦少爷，家主不想看到你们兄弟相残，特意让我们在此地等候多时了。今天恐怕你们去不了县城。你以为就这样就能把我们？哼，我只需要拖住你们的时间就行了。哇，我们中计了！少爷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全部拿下！动手！去告诉我就行。虎伦不光要保护我，还要保护选拔大会的每一个人。是。少爷，你怎么知道陆总会出事？以我对陈林的了解，是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担心陆总会有埋伏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换一条路。是。拜见家主，拜见各位家族。哟，这不是那个简陋的丑八怪顾家家主吗？听说你长得丑，今日遇见，何止是丑，简直是巨丑无比，跟顾静静没法比。小林，不得无礼，家主道歉。什么？你让我跟这个丑八怪道歉？嗯。顾家主，一时轻快，你别介意。无妨，我原谅你的口出狂言，希望你能一直这么自信。陈家主，这规定时间马上到了，他是不是怂了，不敢来了？不可能，你怂了，陈静都不可能怂。你个丑八怪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陈林，够了！陈林，够了！陈林，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既然时间已经到了，那就开始吧。我相信大家也都不想等一个毫无时间观念的人。你这样很难不让人怀疑你是在包庇陈静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不说。时间、地点、规定，这是你定的。你要说话不算话吗？好，陈家家主选拔正式开始。谁能让陈家成为龙城四大家族之首，谁就是下一任陈家家主。四大家族之首，简单，这就是成为四大家族之首的底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金印，这是华夏银行的金印啊！有了它，就可以号令所有银行啊！你说的没错，正是。想不到陈林竟然能拿到金印，看来我是小看他了。家主，
怎么样？我这样算不算完成你的考核？那你宣布呀。宣布什么？宣布我成为下一任家主。不过陈静还没有来，我们再等等吧。家主，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我说过，你和陈静，谁能让陈家成为四大家族之首，谁就是下一任家主。那你还为什么？你要求的，我都做到了。林哥，还不够资格吗？可是什么？竟然不会来。陈静，你在搞什么？好，我宣布。我宣布，陈家的下一任家主是陈巴掌。巴掌，拜见家主。陈进在路上耽搁了，请家主恕罪。好，好，好，能来就行。你为陈家做的是什么？给大家展示展示。喂，已经过了约定时间，你没有资格参加。难道你是怕输？怕输？我陈林这一辈子就没输。那你为什么阻止我来现场？放心，你来不来是你的事情。况且你已经知道了。我连准备什么筹码都没说，你就否定我，就是输不起。你开什么玩笑？那你倒说说，你为陈家做了什么？家主，各位长老，这是我与三大家族签署的意向协议书。什么意向书？没我的经历。那这个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龙虎军的暗内控制器，它不仅能控制整个华夏，它还是整个世界、全世界军队的暗内控制器。我也只是听说过世界上有这种控制器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所以，我用整个军队为四大家在全世界开放。让四大家族的势力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个后面去还有协议书，你为什么还争陈家家主之位？我只是单纯的看你不服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下一任陈家家主的人选是陈静。若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为什么会是陈静？为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。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陈家以后由我陈静守护。家主令，我原以为这是暂时的给你。从一开始就注定家主就不是我。为什么？我只想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是家族的试炼石。我们龙城四大家族每一个继承人是生下来就定好的，之所以有竞争，是为了给继承人历练和压力。所以什么？我只是只棋子而已。你可以这么认为，我们世家大族需要你，所以也会给你希望。比如你，比如顾家的顾静静。不，我不相信，都是因为你。
家主，家主，吴九星，吴九星，万里三尺，要把陈琳给我找出来。陈家第38代家主拜见总公。李成，拜见家主，拜见家主，拜见家主。